啤梨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梨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咁啊，嚟到呢一节啊，咁啊，其实呢一节就关于一啲求助个案。我记得上一次关于求助个案就系有医护界啦，咁啊，即系受到佢上司咁啊就系欺凌啦，咁啊好多年啦，咁啊医管局啊咁啊都系扯住佢拖住佢。咁啊，今日嘅求助個案咁啊，就關於一個14歲咁啊嘅即係少年啦嚇，咁啊受到校園欺凌。嗱呢件事咁，我聽咗即係咁啊受害者嘅爸爸啦，同埋即係幫手跟進咁啊，陣間我先介紹你啦。咁啊即係嘅朋友咁啊，就講翻成件事。嗱成件事可以講咁啊，發生校園欺凌，學校咁啊當然會嘗試係即係撳低嗰件事啦。咁甚至可能想快刀斬亂麻咁啊，即係輕輕帶過佢就算啦，甚至連即係家長都唔想佢通知。好啦，去到後尾驚動到即係要報警啦，警方啦，竟然發覺連警方係即係處理呢件事都係即係千瘡百孔嘅，應該要一啲即係好認真去錄嘅即係報告啊，咁啊發翻俾咁啊報案人，係完全啦，即係隔咗幾個月啦，咁啊都未收到一啲正式嘅即係處理嘅報告啦。入面一啲內容咁啊，佢之前講出嚟可以錯漏百出行，係連嗰啲報案嘅時間啊等等都全部都搞錯。咁啊，教育局咁啊，成日都話啦，咁啊會跟進好多或者唔再容忍、零容忍一啲即係校園欺凌嘅個案。但發現喺呢件事上咧，真係出事啦。咁啊，教育局咧係即係基本上係冇即係盡佢責任。嗱咁啊，呢件事發生咩事咧？嗱，先係身邊一位我哋即係網台嘅朋友，咁啊傳媒傳就係即係傳媒個傳啊，咁啊嘅 Vicky， 你可唔可以即係？即係若我簡單去講，究竟發生咩事？三月時候啦，咁有個14歲嘅中學學生男仔嚟嘅，係啦，咁就跟學校嘅加油團去到中國大陸啦，就四日加油團。喺第二日嘅夜晚啦，大概就係喺佢沖涼嘅時間啦，兩個同學仔就靜靜雞用手機拍低咗佢嘅全裸片段啦。咁當時受害人唔知道嘅。係喺翻嚟香港回程嘅時候，先知道有呢條片嘅存在啦。咁當時小朋友都唔知點樣做，係去到翻到嚟香港第二日嘅時間，就喺學校同佢嘅當時嘅副校長講咗呢件事。咁當時校長得知呢件事嘅情況下咧，就首先就冇聯絡家長啦，亦都冇報警啦，係自己決定咗就係將呢條片咧就去 delete 曬佢先，係做咗呢個決定啦。咁到小朋友翻到屋企啦，再同家長講話，其實有件咁嘅事情發生咗。咁家長就即刻聯絡校方，第二日就去學校度了解呢件事啦。咁當時佢哋就覺得學校嘅解釋啊，所做嘅嘢就想冚住件事唔俾人知道。係啦。咁翻到屋企之後，佢哋決定咗就係因為事態嚴重啊，佢哋決定咗報警啦。所以就當時就落咗去附近嘅警署報警啦。警署當時竟然亦都係受理呢個案件嘅。咁但係佢哋都覺得件事怪怪地，就需要揾我求助啦。咁我就會揾翻啲律師問翻啦。其實而家發生咗件咁嘅事，已經報咗警啦。咁而律師嗰邊都覺得其實警方嘅處理手法好似有少少奇怪，咦咁慢嘅，仲未聯絡學校嘅，點解？咁就叫我為你跟進佢，睇下幾時會學校跟進呢件事啦。咁到我聯絡警員嘅時候，嗰邊就話爭一啲報告啊，例如一啲叫做會面會錄影會面嘅口供嘅報告啊，先齊資料可以去到學校，先可以介入呢件事。係啦，咁但係佢拖咗大概一個月到等緊接到電話，就話唔需要呢份報告啦，就叫家長直接入學校再錄多一份口供，咁就 OK 啦。咁當時候我哋已經唔能夠再喺學校得知任何嘅消息啦，即係都唔會有任何嘅答案嘅啦。警察嗰邊就話會盡快聯絡啦。咁喺呢段時間，我哋唯有就聯絡教育局啦。都聯絡咗教育局一段時間啦，就話會處理呢件事啊。即係如果學校有職員違規，係會作出跟進啦。咁最終教育局咧回覆都係話我哋唔會再處理呢件事㗎啦，亦都唔會跟進㗎啦。咁警察局就喺5月嘅時候，係啊，突然間就話嚟收到佢哋嘅通知，就話件案已經完結咗啦。已經進行咗警司警戒程序啦。咁當時我哋覺得好奇怪，就係嚇你哋即係話會跟進，好似都完全未跟進過嘅時候，件事就完咗啦。
咁之後唯一我哋就可以檢查到就係攞翻資料啦。當時佢俾一份報告，就係一個調查報告嚟嘅。咁上面只係得三個資料嘅啫，就係報案人嘅報案時間啦、拘捕時間同埋一個警司警戒嘅時間啦。呢三個時間都係錯嘅。咁即時我哋當日攞到呢份報告嘅時候，即日已經落翻打電話去抽問翻嘅啦。當時警員就呢份報告寫出呢份報告嘅警員係答我乜嘢都唔知嘅。即我問佢點解會出錯，點解？會有啲咁嘅資料出現呢份報告，而又你俾我，然之後你個高級幫板上面簽名，咁係咪又係你寫錯，佢睇錯，佢簽錯咧？全部都出錯嗰時間，咁就呢一份報告，其實一個調查報告，案件完結咗一個禮拜，我哋應該有一個好正式嘅報告會收到，咁啊通知我哋完一份案件啦，點樣處理一個案件啦。但到今時今日咧，我哋都係收唔到呢份報告嘅，連佢哋我。是不是陰謀論地說他們有沒有開過檔案去拘捕人呢？我們都不知道，因為沒有一個正式的報告。是的，去了三次警署，三次都拿不到任何報告的。然而第三次去，第二次去的時候呢，他是跟我說可能不見了一份報告的，個檔案簿啊，即是實體的檔案簿啊，因為你每個案件他有個黑色檔案，然後有些幾時做過啲咩會 mark 低入邊噶嘛？佢話連呢個檔案簿都話可能唔見咗啦已經。咁去到第三次再話落去攞翻呢個調查報告嘅時候，我哋喺大堂等咗個半鐘頭啦。然之後就打上問翻阿 Sir 話：你又話落嚟接我哋上去嘅？哦，佢話唔好意思啊，落嚟接你嗰個阿 Sir 咁啱出咗去做嘢。咁我哋就白白喺抽筋等咗個半鐘頭，然之後我哋就決定去報案室直接簽一份文件。攞呢一份嘅報告啦，咁總之直至呢一刻咧，件事都發生咗差唔多大半年，好多七個月啦。我哋係冇任何確實嘅資料嘅，係啦，學校嘅回覆啦，教育處嘅回覆啦，警署嘅回覆啦，係啦，直至到我最近呢個禮拜，我直情係再 email 去到呢、這個特首辦嘅辦公室，咁佢即時係有聯絡教育局嘅，咁亦通知我教育局亦。即時發咗電郵俾我，再去到特首辦再覆翻電郵俾我，我都知道教育局係有發 email 俾你噶，你聯絡翻教育局啦。但係教育局個 email 竟然同我講係問我你介唔介意提供邊間學校嘅個學校個名俾我？我哋跟咗半年，即係到今日又去翻第一步問我邊間學校個名，我覺得我好絕望失望啊！即係跟咗半年有多問題。去翻第一日嘅問題，咁你問我學校個名喎，去翻，所以我都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啦，已經。咁啊，細個時候我讀過即係讀書啦，讀鬥鵝冤。咁啊，人民受冤嘅時候，最大嘅問題咧係你嗰啲即係做官員嘅，或者要主事嘅人，咁啊竟然係冇好主持呢件事。嗱，先講呢件事，咁啊小朋友咁啊俾即係其他同學偷拍佢，咁啊沖涼全裸嘅情況，咁啊當然會對些小朋友覺得有啲嘢俾人揸住威脅啊等等啦，即係係咪考我黑我啊？好啦，學校嘅處理第一時間咁就咁叫即幾個同學嚟，然後就叫即係當事人啦。咁啊，你哋做咩事偷拍？然後就刪除嗰條片啦。嗱，第一步點解發生咁大件事校園欺凌？唔嘗試先通知雙方嘅家長係嘛？等係家長即係作證之後，大家睇住先處理呢件事咧。此其一，第二啦，你就咁咁啊要求啊，即係人哋偷拍者咁啊 delete 嗰條片。條片係咪即係人哋冇 send 俾其他人啊，或者有冇其他 copy 佢都唔知嘅，咁係咪真係完全 delete 咗咧？唔知嘅，係嘛？你就咁話要 delete 嗰條片，咁啊係咪某程度上，如果他日呢件事家長要就呢件事報警或者受害人要報警嘅，咪冇咗嗰個證據？咁啊呢個係嗰個處理係，就算你係咪應該得到雙方家長同意之下先做呢啲事咧？第三啦，就係香港警方啦。乜冇話咁大件事，你去調查報告，連基本資料佢都錯嘅。好啦，然後發生咗大半年啦，喂，你俾一份正確冇問題嘅調查報告俾翻報案人，到依家都俾唔到嘅。教局你仲好笑啦，佢連基本資料，原來嗰間咩學校啊，係咩學校？原來去到最尾，你話你調查咗好耐，處理咗好耐，係過咗大半年，你唔知嘅。咁你有冇調查過？有冇做過嘢咧？我嚟個特首辦，當然個波都係巴黎巴去，都叫你問翻教局啊，大局教局就亂嚟嘅。嗱，咁啊，其實我哋現場咁啊冇出鏡係有啫。咁啊，受害者嘅爸爸。咁啊，我想先問下即係阿爸爸，咁啊呢件事對你嘅小朋友個影響有幾大？
佢第一時間就唔想翻學啦。係。係咁叫我同佢轉校咯。係。咩學校都揾過，最終揾到好遠，揾到一間讀住先咯。嗯。係啊。即係咩學校都揾過，係咪？即係發生呢件事，想想第成日佢轉校啦。係啊。咁啊，你個仔個成績平時點？即普通，即都應該即正常一轉校都唔應該唔難揾我啦，係嘛？因為咁啊，但你頭先你話哇揾咗好耐，好多學校都唔肯收，係咩意思？你即見都唔肯見啦，定係點？都有啲見過嘅，但係見過等消息咯。係，因為小朋友就係住喺葵青區啦，我哋當然就揾翻荃灣葵青區學校啦。是講緊荃灣葵青最差、最出名、最恐怖，即係啲打鬥啊、三合會牽涉在內嘅學校，全部都唔收。嗯。而有一間我嘅母校係約咗時間話去同佢面試嘅，我哋突然收到消息，就係話唔會因為任何理由去收呢個學生，亦都唔會再同佢 interview 啦。我哋都唔知點解。嗯。係啦。咁去到接到幾時先學校停收？去到八月尾咯，係嘛？八月尾，差唔多開學前幾日啦。嗯，係啦，教育處就突然間有個人打翻嚟，話叫我哋去呢間學校度面試啦。嗯，咁我就位於麗景區嘅，咁就即刻去咗麗景度做個面試啦。嗯，係咁就入咗間學校咯。咁其實當中媽媽都打俾我話，仔其實哦，琴晚都匿埋喺房度喊，佢咩事佢又唔講。嗯。我哋做即係可能做家長都唔知道點幫佢啦。如果小朋友選擇佢匿埋唔講嘅時候，你點逼佢都冇用。嗯、唯有就佢想做啲咩，或者佢想即係例如佢想話，我想試下去下啲酒吧掉下飛鏢，雖然唔夠稱啦。咁即係當然揾啲合適嘅地方俾佢參與下啲社交活動咁樣咯。咁啊，即係嗱，本身要去轉校咯，當然發生咁嘅事，唔想繼續去面對呢個環境，面對嗰啲即係欺凌佢嘅同學，咁啊，亦都係即係面對一啲即係處理唔公平嘅，咁啊，老師啊、副校長啊，佢等等，咁啊，想轉換環境好正常。但我先一聽，喂，點解會咁難咧？點解啲學校明明點成做 interview 都唔 interview 你？會唔會就係即係本身佢哋誒聽到話，原來呢個係即係校園欺凌受害者嚟嘅？嗱，唔係加害人喎，係受害者嚟。我哋學校唔好即係。惹麻煩啦！最終有一間學校可能喺教局唔知點樣佢安排啦，你誒你哋收咗佢啦，費事呢個 case 啊，到開學啊咁都仲未即係處理完畢啊，先係即係草草佢了事啦，此其一。咁啊，第二我都想問翻爸爸，頭先都聽到Vicky講啦，咁啊即係阿仔仔嗰啲心情啊情緒都係受到即係都好大影響。係啊，成日都唔開心唔出聲咯喺屋企。係，即係以前唔係咁嘅。都冇咁差咯。嗯。好啦，咁啊，即係可以見到，其實我哋成日都話要注重學童嘅即係精神心理健康。到真係發生事啦，發生校園欺凌，嗱，首先學校要禁住嗰件事。咁啊，嗱，就於學校嘅處理，咁啊，即係其實你哋都有同即係警方咁啊，即係詢問過，喂，究竟學校咁嘅處理係咪有啲即係妨礙司法公正啊，有啲不當嘅問題嘅？有啊，其實第二次同嗰位大 Sir 會面咧，佢好指出其實。其實你而家係咪即係想我哋去處理翻呢件事？就係點解有人犯法，我哋冇人去拉咧？我話就係問題呢度啫嘛。我話其實個問題唔關教育局事，因為係教育局個機制上邊有問題啫嘛。佢冇一個強制學校上報欺凌事件嘅機制。即係如果你有一個強制嘅上報機制，就唔會發生呢件事啦。就因為冇啫嘛。所以我覺得唔關教育局。佢有冇做錯嘅話，機制有問題，本身就係有問題，係啦，你唔改變個機制就一定係有問題存在噶啦。而警方個都答咗好明確，就係、是、我問佢校長咁樣掉呢啲片係咪妨礙司法公正咧？佢話係㗎，都屬於係㗎。我咁點解你唔拉人咧？係啦，點解成件事好似你我覺即係覺得就係好似你夾埋咁樣咧件事？係啦，學校首先就冚咗件事，去到教育局就唔公布呢件事，去到警察連原來佢哋所謂嘅好認真調查嘅過程咧，係連去學校問老師有冇發生過呢件事啦，涉事嘅同學啦，涉事嘅校長啦，佢就係冇去過學校調查過呢一件事，就可以令啲
件刑事案件完成了一個警司警戒的程序，究竟他的調查多認真呢？那會不會其實可能是這個受害者小朋友他說大話呢、或者是被拘捕的小朋友又太小、又認了他其實原來沒有做過的、他認了是我做了、那就算了，因為 你問兩個十四歲的小朋友、就將這件事結案、連去學校都是沒有去過的、那為什麼當初說要跟我說說爭份、錄影會面、的口供才會聯絡學校去學校跟進這件事呢、全部東西都是前言不對後語的、因為份口供未有所以不去學校，但是原來的調查的阿 Sir 告訴我調查這個案件，阿 Sir 連去學校都沒有去過，即是你調查一個刑事案件，你不需要去學校調查回發生在案件時發生的、地點的嗎？那件事在學校發生的嘛、同學是在學校裡面把片宣揚出去的嘛、散播出去的嘛，那就應該去學校問回當時處理這件事的校長 Miss 和同學呢，原來是沒有去過學校的、那就警司警戒了。這件事即我都、即明白為什麼你們會這麼即憤怒或者有冤無路訴。第一，因為你話明查案，你警方查案，我不明白，即你平時應該有受到學堂的訓練，會有個指引。發生這麼大件事，你除了投訴人和 被投訴人雙方你要找他錄口供之外，牽涉到在這件事處理過這件事，包括校方，你都應該要找校方的人去等他們去警署錄口供詢問，或者你去學校去詢問，到你至少做這個步驟，但已經完全不做這個步驟，然後就這麼快就結案。即這個你即其他即是你說好的，就可能會不會投訴不盡不實，有些老屈人都不出奇的嘛，是吧？即可能有些冤案不出奇，然後你是那些調查是這麼隨便好了，然後你都要給回報案一個調查的報告啊。是啊，那為什麼即初初發現了很多資料錯誤，講明報案的即日子，譬如 是三月發生的時候，他寫四月很基本的他都錯，他有沒有跟你解釋過為什麼這些東西會這麼錯落百出？還有第二，為什麼到今天了，三月到現在十月了，一份的應該是要在即結案四個星期之後給到、即報案人的調查報告都給不出你們去看了？我都不是很明白，其實一份這麼簡單的報告，其實只要他按進去你警察的系統裡面已經找到相關的資料了，第一份有的報告上面的資料全部錯啦，然之後再接二連三去警署攞報告啦，唔係話個儲存室太大揾唔到咧，就話份報告可能已經唔見咗啦，唔見咗，係啦，即係咁實在嘅一個黑色嘅檔案簿，可以話唔見咗嘅，因為當日我哋相約下邊咧就係落去差館，就係佢攞個檔案簿出嚟俾我哋，我哋即刻對翻個時序，你可以知道警員幾時去邊度拉人啦，幾時進行一個警司警戒程序啦，會有相關資料喺個檔案簿度嘅。但係當日去到差館嘅時候，佢就話可能唔見咗啦。咁當刻你話唔見咗嘅時候，咁我冇嘢可以做，唔通我逼你攞出嚟咩？咁你話唔見咗就唔見咗㗎啦。咁到第三次。咁你都唔見咗，咁第二次咁就完結啦。咁、再到第三次再，即係我都唔放棄再約話你俾翻份報告我啦。咁第三次再去差館啊攞呢份報告嘅時候，4月29號啦。落到去咁就喺樓下打上去，叫我哋到咗啦。咁就佢會安排個警員嚟接我哋上去佢哋個辦公室啦。咁坐個半鐘頭，我都好奇怪，咁耐點解都唔落嚟？咪再打俾佢哋啦。佢哋話：我落嚟接你個警員咁出咗去做嘢。即係你哋係咪咁樣做嘢嘅咧？警察，你落嚟接我上去寫字樓嘅時候，你個同事係可以喺接我期間出咗去做嘢，又唔通知你嘅喎。咁就等個報案人坐喺下邊個半鐘頭。之後唔打俾你哋，我哋都唔知嘅。係啦。仲離譜啊！佢係。係你。佢係仲離譜，我係等咗一個鐘頭。跟住我哋等唔切，就申喺個報案室嗰度申請嗰份報告，即直接寫申請埋嗰份報告啦。我再打俾阿 Sir， 佢話落緊嚟。跟住等多幾個字，我哋唔等啦，走，我哋去買嘢食。買嘢食嗰個大 Sir 就打嚟啦，佢話我喺報案室唔見你哋嘅。跟住我話我等咗個半鐘啊 Sir， 佢話我出咗去做嘢喎。跟住我心諗，你出咗去做嘢，你啲同事唔知嘅咩？點解啲同事話
落緊嚟嘅。嗯，即係好似你睇到我哋好似喺度玩我哋啊！而家係咪咧？已經第三次嘅咯，即係播緊出個半鐘頭，冇人理我哋，又話落緊嚟，落緊嚟，落緊嚟，都唔知落咗去邊。一離開差館去到餐廳，咪就我到咗啦，你哋喺邊啊？唔通你估我會行翻轉頭咩？哇！即係一開始第一次啦，收嘅成日有資料錯誤啦，包括係即係嗰啲資料可唔可以講多有咩嘅錯誤？一次你睇嘅時候，資料上面就係誒當時寫報案人嘅落口供嘅時間。嗯，拘捕嫌疑犯的時間和進行警司警戒的時間，當時報告上面就顯示落口供的時間，即報案人去落口供的時間是4月15日的，但其實是3月15日落口供的，這裡錯了啦。然後他就寫4月16日16日拘捕嫌疑犯，然後就18日進行警司警戒，咁我就查過相關程序，冇可能喺咁短時間可以做到個警司警戒程序嘅，即係十即係喺一個禮拜裡面就可以被報人報案人嚟報完案之後，喺一個禮拜完成整個過程咧係冇可能嘅事情嚟嘅，始終你要調查件事噶嘛，咁所以我咪再諗下，其實究竟警員有冇真係認真調查過咧？所以先要求一份完整的調查報告。但係你有冇問過，即係點解當中會有咁嘅錯誤咧？第一，可能係即係寫報告嗰個錯誤，但係都會有人去負責睇個報告有冇問題啊嘛。即係最少係兩個程序都係啦，有冇少質問嗰啲人？質問咗㗎啦，阿純咪對唔住呢份報告肯定係錯㗎啦，我一睇已經真係錯㗎啦。即係佢親口承認錯。親口承認錯咗㗎啦，係啦，咁話咁點解會出錯啊？他話：我都確認唔到，始終份報告唔係我寫。咁但係你哋大 Sir 簽名嘅喎有，咁佢又睇錯寫錯，佢又簽錯，咁佢冇確認啲資料嘅咩？佢話淨係資料錯咯。係啦，不停喺度對唔住，係承認份報告係錯嘅。咁你哋想攞翻一份即係正式啲嘅即係調查嘅報告啦。咁啊，甚至係咪當中都有好多出現咗好多嘅問題，搞到依家都收唔到嘅？他說要申請咯。首先如果我們要申請一份完整的調查報告，那就要申請啦。但當時我們不是要求這份報告，我只是很簡單一個案件調查完四個禮拜應該市民有的結果啦，即是他們警署怎樣了解了這件事，怎樣處理了這件事，我都有份事嘛。中間就是他說寄了給我們，可能寄失了，可能寄失了，是的，即是又剛好又可能這份東西寄失了，第二次就我們mark低就要掛號了，但是這封掛號信到今天我們都是收不到的，連最簡單的我不要說一份調查報告，我們連個調查結果最簡單一個市民應該有的那份文件我們都是未有的，你問我是不是陰謀論去想警察咪真係過分到，其實連案件都冇成立過、冇做過嘢咧，我就唔肯定，因為我連最簡單嘅報告都冇，最簡單嘅結果都冇，一個肯定其實有冇開過呢個檔案都話嘅證據都冇。你可以連話個檔案簿都話嗰、那個成個檔案簿話唔見咗嘅時候，咁我都唔知道會發生啲咩事啦。即係當即係第一，連一份報告係嘛要俾翻報案人佢哋睇嘅，咁啊到依家咁啊即係。即都做唔到啦，已經隔咗大半年啦，呢個好奇怪啦，亦都係即係好嚴重嘅失職啦。第二啦，即係當佢哋都認為校方咁私下唔通知家長就咁我俾咗嗰條片佢咁就算嘅，咁係有機會妨礙司法公正，佢都認為係有嘅，但亦都唔做任何嘅行動。即係呢啲會俾人質疑你咩有？即係咪你唔想做嘢啊？包庇啊？定係點啊？好啦，發生到今日啦，成件事就係本身只要警方好好去調查，去用即公平。咁啊，雖然依家你話比較好奢求啊，公正去辦理即係一件咁啊，即係案件，就應該唔會出現呢啲事。好啦，到依家呢啲全部都冇出現啦。咁啊，你今日啊希望咁啊，即係嗱咁啊，你都即係之前你傳媒都有報導呢件事啦，亦都今日佢上嚟啦。你哋希望咁啊，即係有啲咩可以即係最少會出現咧？其實我哋堅持嘅就係。首先即受害人家長是不希望再有同類型事情發生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你試想想一個全裸的片段被人公開了，即14歲有多難受呢？還有我是不停去，我有個答案是希望教育局答我，其實為什麼，因為其實整件事可以明確證實一件事，就是
警方嗰邊嘅答覆話呢件事因為警司警戒程序進行咗嘅時候，即係呢件事係涉牽涉刑事事件啦。咁點解學校係有權參與一件牽涉刑事成分嘅事情咧？係邊個係授權學校做呢件事咧？定係學校嘅權力係凌駕法律咧？因為佢牽涉一件事成分嘅事件，你即係警員係可以處理，咁點解校方校長可以處理咧？我哋得唔到任何嘅答案咯，即係連咁簡單嘅答案都得唔到嘅時候，咁校方嘅權力咪無止境咁增大咯，係啦，咁啊會繼續延伸落，就會更加多呢啲咁嘅事情會發生咯，而受害人係得唔到任何嘅保障同埋求助咯，例如而家咁樣我哋。找不到任何一個部門是可以幫到我們的，是的，即其實你們都很希望求一個即公平的處理，是的，想不到這個都變成奢望，即正等於我舉個例子，萬人保安的事件，你的保安你不是執法人員，你不可以即這樣走來即用這些武力、啊、去對待你所謂懷疑、啊、有偷人顧客，即學校都一樣，當件事牽涉到刑事，你冇嗰啲咁嘅權力，係啦，咁啊即係走去話，我依家就負責我處理啦啊！你應該要係報警嘅，即係唔係等於啲保安咁樣可以私了嘅。咁啊呢件事一個佢問題啦。第二去到今日點解警方做嘢會咁重視？第三你教局成日會重視呢啲校園欺凌嘅事件，但係呢件案件見唔到啲教局有幾重視喎？冇㗎，佢哋最好成係我再用電郵回覆佢哋啦。佢係。最尾嘅咩嘢電郵咧？佢講話因為你嘅電郵個名字太敏感啦，所以我哋唔會再回覆你啦。即係我個電郵個名字都同你聯絡咗半年啦。你今時今日我要求你答我邊個授權俾學校進行呢啲處理手法，係啦，牽涉刑事成分事件。你答我個電郵，因為個名字太敏感，唔會再回應我。但我啲聯絡咗半年啦，咁就要求我換個電郵再同佢聯絡啦。咁我當然我要個答案嘅時候，我就要。被迫跪低換個電郵去再同佢聯絡啦，連最尾個電郵佢都係覆我話，我哋唔會就呢件事再回答你任何問題噶啦，就係咁樣咯。即係點解教局可以即係有受害者咁啊去申訴時候，你可以咁大個官威啊，就話我哋唔再回覆你啦。而呢件事其實係未處理完畢嘅，因為當中有好多疑問疑點咁啊，都係即係。包括係你警方處理嘅手法啦，頭你都見到乜做嘢咁馬虎走咗，咁我咁你自己喺度等啦，又唔會通知人啦，即係呢啲係連咁基本呢啲基本嘅唔好話禮貌嘅呢啲處事都發現係好多粗疏嘅問題，咁啊連到依家都未得到一份即係正式啊睇下嘅報告，咁你睇個報告你先可以知道點樣跟進啦。好啦，呢件事我發覺係係咪即係有啲人想，發生嘅事都係冷處理、石沉大海咁啊？等你哋，咁啊，你哋即係精神損耗啊！咁啊，你哋即係咁啊，處理得耐，或者你哋追得耐，又追下，等你自己放棄就算咧。喂，如果一單 case 又咁處理，其他 case 又咁樣處理，其實呢啲事只會無人佢唔知嘅。究竟即係你係相關嘅部門，包括執法嘅警方啦，包括你即係教局啊，喺呢件事咁啊，係咪都應該有個依家即係去到公眾嘅層面啦？清晰啲嘅交代，或者最少係對受害人嘅屋企有最基本嘅佢交代，但到依家都冇。由第一日覺得學校想冚住件事，我覺得學校想冚住件事係正常。咁但係我查翻翻教育局嘅資料咧，其實教育局係對校園欺凌嘅事件係零容忍啦。我以為佢哋真係一個好即係希望香港好嘅部門啦，但係睇翻原來佢哋都唔係好重視校園欺凌嘅事件啦，係啦，直接到去警署，其實好多啲網友都話你唔好多餘啊 ，Ricky， 算罷啦。今時今日你要尋求公義冇咗噶咯，我以為係可能講緊2019年，大家可能某啲部門對政治嘅案件可能會比較打壓啦。但我覺得而家關乎個14歲嘅小朋友嘅自身問題啦，即係警署應該會公平去處理噶嘛。但我都不覺得警署有公平處理過這件事情，哪怕他這件不是一個牽涉政治成分的事件，只是一個欺凌的事件，一個普通的刑事事件，他們會正常用一個處理手法去執法，但我覺得都不是咯。咁啊，即係我希望今日咁啊，即係 Ricky 你同埋即係阿爸阿爸上嚟咁啊，呢件事咁啊，即係大家聽到之後啦，希望有關嘅當局啊，我哋都要即係。思考同埋都亦會認真去即係跟進翻咁啊佢呢件事，咁啊仲有爸爸
有冇一啲説話，即係最後説話想即係去講？都係希望知道個事實，睇下嗰份報告，睇下有冇攞得到咯。即係其實爸爸要求都係好卑微，想知道個事實，想即係但係點解咁卑微嘅即係正常嘅要求啊，到依家都達唔到咧？咁啊呢樣係即係令我哋非常之痛心。咁啊今日咁啊即係希望啦嚇，即係唔通即係下下都要搞到啲人去曬嗰啲即係東張西望啊等等，你即係你政府先肯認真去做嘢，係咪要搞到咁咧嚇？即係希望唔使啦。係啦，同埋係咪即係要去到話有小朋友真係諗唔開，跳咗落嚟嘅時候，你哋啲部門先肯重視件事咧？其實有好多事情已經係發生咗㗎啦，但我唔希望香港政府真係去到係要有人犧牲咗個性命先可以去認真處理呢件事咯。一件咁簡單嘅事情，點解要搞到咁複雜咧？點解要惡化呢件事？係啦，我都唔係好明白。咁啊，即係今日咁啊，多謝Vicky同埋阿爸爸上嚟啦。希望即係只能夠盼望或者佢奢望啦，呢件事可以早啲有個公道。